的嘞，十二月就他们，二月的，好开心哦，好开心，来，三月没有，还在，没有十二月一月，没有，我也是啊，我也是二月的，好，二月你二月你我就去，我要打你的。好，来，好，说来记好，说清记好，记好，说清记好啊！寿星集合一下，我们一起帮他们唱个生日快乐歌好了，提早哈。我们寿星哈，我叫个姐二月，来，二月来，来，我们寿星要用一个动作来回礼，怎样？就是好开心。我们一起，可以的啦，祝你一下好了，对，可以一起许愿哦，可以，这是当月寿星，他最棒。好，来，我们一起唱生日快乐歌好了，OK，开始。祝你生日。都可以许三个愿望，好，现在开始许愿，我们不会叫你讲出来，那最后面一定要好开心，对，等一下最后面一定要好开心，对，因为有在录影，好了，对，好了，好，讲完了，好，好了，一起游，一起来，录影吗？对，好了，一定要吗？一定要，我们往中间靠拢，现在不做，你以后就不会做了，往中间靠，demo 一下 demo， 他说 demo， 你要喊一二三，好。一二三，好开心！如果没有做到这样，可以啊，脾气 OK 的啦。好，一二三，好开心哦！开心，好开心！好，谢谢。现在就是自由活动，自由活动，大家如果有想要出去玩，来啊！我先宣布一件事情，因为明天我们9点就一定要到后壁湖那边，我们要准时出去，就是出去那个搭游艇出去玩。然后呢，所以赖群主公告好了，没有，就是你们一定最晚8:30要上车，就是所有的行李都全部都要上车。最晚8:30，最晚了哈啊，所以你们就斟酌吃早餐的时间。早餐几点？早餐应该是6-7点，应该就都有早餐了哈。没有，他们会有那个早餐，就是叫好的早餐哈，就斟酌一下早餐时间这样。OK， 那我们集合就对了。对，8:30一定要上车，说好我们去挖。8:30不是起床哦。然后今天是玩水，所以请着轻松的服装哈，然后会等的就是待会套待着轻松服装。好，那现在就是自由时间，大家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了。走。